我关注的人数有40万，是因为我已经直播1年多了，是累积的，并不代表我就是一个怎么很优秀的主播。我是比较勤劳的主播，并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主播。优秀的主播可能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就是直播的观众的一个需求吧，比如说大家喜欢小智那种会特别讲笑话的，然后有一些大神打得特别好的，还有唱歌特别好的。但是斗鱼的话，其实我的特色可能是跳舞比较好，但是斗鱼的话是不允许跳舞的。那体感游戏呢，也只是一个间接的形式，它并不能让我展示所有的一些我会跳的舞蹈。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是骚的，那跳舞10个舞蹈9个骚啊。你们见过这个舞蹈不骚的舞蹈吗？我都没见过。所以其实希望大家还是比较正视这个，不要去歧视跳舞的人。跳舞的人他毕竟也是可能是从小学的，他也是有个很正规的体系，不管是哪个舞种他都是从小慢慢来，然后大学也有舞蹈专业，对不对？有那种现代舞专业，也有那个古典舞专业，有芭蕾舞专业，也有民族舞专业，这个都是被国家所认可的，被全世界所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捧其他的一些有才艺的，就我觉得跳舞它也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才艺，并不是应该被抨击的一个才艺。并且我们今年春晚也上了那个，就是你们俗话说是肚皮舞，那比如说的具体一点，可能是印度舞或者埃及舞，就是像这样的舞蹈，它也是非常性感，非常用你们的话的说的话，可能是比较骚的。但是它的确，这个舞蹈艺术它就是这样的。民族舞它也是比较骚的，就是那种傣族舞啊，其实每个舞种都是比较的，除非那个藏族舞好一点。但是现在新版的藏族舞，你们可以去看《桃李杯》里面的藏族舞，它很多动作经过改了之后，它还是有一些那种比较那种感觉，就骚的那种劲里面。就民族舞讲究的是什么？留头甩头。什么叫留头甩头？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它需要留给观众，这样再甩过来，就是他需要留头甩头。一旦有这样的留头甩头的动作，然后手的那种姿势也是有流甩的那种姿势，一定会让人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性感的啊。你们也可能会觉得有点骚，但是这的确是舞蹈艺术它所赋予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我觉得我并不做作。做作的人应该现在这里在卖萌好吗？应该在卖萌好吗？如果讲道理讲事实也是做作的话，那卖萌是什么？孔雀舞它也是很那，孔雀舞就是傣族舞当中的一个。不是，你们可以说骚，但是这个艺术它就是这样的，它舞蹈就是这样的。广场舞都已经上春晚了好吗？小苹果，狸猫平台是什么平台啊？我不知道哎。
对，钢管舞，就连钢管舞这么被排斥的东西，现在也算是被认可了。那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国际大赛在那儿垫在那儿，所以大家只能去认可它。就跳那种爵士舞啊，或者是跳民族舞，就要被抨击的话，我的确从我们跳舞的人的这种，就是因为我是从小自幼就是学习舞蹈的，所以我是觉得会有一些，就觉得啊，原来现在新的就新的年轻的一代对舞蹈是这种感觉，可能就觉得对舞蹈跳舞的人还是比较歧视，这个会让人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哎，怎么这样呢？跳舞的就不是好演员吗？就比如说斗鱼不让跳舞，其实我也会有一点，但现在已经好了，过了就过了。当时我也会有点，哎呀，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只能让唱歌，不能让跳舞？那人家跳舞也不是上春晚了吗？现在很多舞蹈的那个服装也都是非常性感的，就明敦煌的服装也是非常性感的，这都很正常。那人家国外的那个芭蕾舞，那衣服更性感了，男的还是下面都是穿的那个紧身的那个啥都看得出来，对不对？文化遗传吗？就是当他如果真的要被淘汰的时候，国家一定会出政策来扶持民族这个行业这个事业，我是这么觉得。什么舞蹈留头甩头，就民族舞都是留头甩头的，学过一些民族舞基础的都知道。主播这个是爱好，什么播这个吗？这个是当然，我做斗鱼是一份很偶然的，然后是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清闲，然后让我陪着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解说，就是鬼鬼。然后陪着他做一会儿直播，后来因为做的还可以，就是开了自己的个人的直播间。我觉得好多都好浮躁啊，就是没有办法听主播说话，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就一定要刺激才行。光比基尼看脚，问我是不是处女？我并不是处女座，我是摩羯座。就是大家就是叫主播跳舞，那也可以比较，就是怎么说，可不可以就是稍微尊重一点点呢？对不对？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应该稍微有一些互相尊重呢？
你们能不能敢不敢报一下你们的年龄啊，在直播间刷一下你们的年龄。我觉得今天叫黑丝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个年龄段对黑丝有这样的欲望。哦，我玩体感游戏不能说是专业的，我玩体感游戏就是玩游戏强身健体，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我的专业不在这儿，我的专业应该是就民族舞会比较专业一点吧。体感游戏的舞种这种黑婆婆的这种并不是我很擅长的。越骚越甜。